有问题，脑筋叔为何不让你选牙？我也不清楚，我之前问过他几次，他只说做大夫不如去钱庄挣得多，久而久之我就也不与他争辩了，就私下里看看医书，替村里的人瞧瞧病。那如果老金叔一直不同意，你就只能一直偷偷摸摸的，你不想有自己的医馆啊？当然想，可我现在所学的还仅仅是一些皮毛，离独当一面还差得远呢。若是有一日能敞开来拜师名门，认认真真的学医，那就好了。听起来我们恒哥已经有仰慕的师傅了。北川的高阳，岭南的贺知祥，都是有名的大家，还有太医院的胡御医，更是中医级大成者。可是像他们那样的名医，若无人举荐，连见一面都难，更别提收徒了。既然有目标，那不如试一试，说不定能成呢。这样吧，恒哥，你呢就在这个洞子里看书，这里无人叨扰，而且背靠大山，说不定能找到好多中草药呢。好，在这看书还能帮你照料蔬菜，一举两得。多谢恒哥。这山洞我也得好好利用起来，你得帮我啊。嗯。烟雨定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大笨蛋。这守门的不少，先去周围看看情况，分头行动吧。这不是三哥四哥吗？你看，我说咱们非常有缘分，这么快就相见了，是不是？你少套近乎，要不是你俩小子碍事，送你那些金银书画，我们早搬回来了。哎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不是也没得到我们的东西吗？对不对？看你们这架势，实在是要厚着我们的。我们大当家的说了，他拿了你的东西，你势必会来找他。至于能不能找得到，就看你小子的本事了。没想到。你还真能摸来黑虎寨，行了，走吧。请吧。走吧，大当家呢就在前面。好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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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
慢点跑，别摔了。大哥，不错呀，这是。大家快跑了，走，可不说的。大当家的，二哥，大姐二哥，二哥。哟，还真找来了。第一次发酵的时间太短了，影响口感。我尝尝。闺女，我咋尝着这酒挺香的呀？哎，我尝尝。哎呀，娘不太懂啊，但娘觉着挺好喝的。那就成。我大概已经掌握了这酒的发酵时间，这批葡萄酒很快就能蒸馏出来了。好好好，娘，我也想尝尝。小七，你就闻闻吧。啊。嗯。哎呦，这闻着都已经晕了。这酒的度数看来已经到位了。哎，闺女，你给这酒起名字了吧？葡萄蒸馏出来的酒，那不就该叫个葡萄蒸馏酒吗？哎，那不行。你想啊，这个状元红、女儿红，这一个个的名字多响亮的。所以啊，要想这个酒卖得好，就得起个好名字。有道理。对，那该叫什么呢？白兰地，怎么样？就有问题？有问题，而且是大大的有问题。太好喝了呀！那太好了。这酒味道确实不错，但就是这十里八乡的，从未有过什么白兰地酒，怕是不好卖呀。这卖酒的事情我都想好了，您听听。现如今恰逢乡试，我们就将这酒取名为“状元红白兰地”，给它打出名气。口号我都想好了，喝了状元酒，考上状元不用愁。这法子不错呀，这每逢乡试啊，大家都争相买这个什么吉利粥啊、猪蹄膀什么的，就是为了博个好彩头嘛。哎呀，就是嘛，咱们买了状元酒，送个状元糕，寓意好事，是不是？买三坛大的，再赠送一坛小的。咱们再送个助学金。我再赠送一碗吉利粥，附送进来小菜什么的。我们再送个什么碗啊、碟啊、套装什么的。总算卖出去了，千金指日可待。